我们请县长来颁发农村特别奖，恭喜新嘉明社区，恭喜获得金牌的就是寿丰休闲农业区大泉社区，要代表我们花莲县参加全国比赛。我们要谢谢所有的乡亲，每一天辛勤，每一天在各行各业，我们努力的为这块土地打拼。那金牌农村，我想是非常多届，而花莲县政府在这几年，我们更成立了辅导团，希望将我们花莲县131个农村，能够不断的透过农村再生，能够产生地方创生，能够跟地方来这个结合而成为我们地方的一个经济的这个发展体。就是我们的金牌农村，当然就是我们农村再生的一个宗旨，希望我们的社区能够永续的发展下去。那怎么让它永续的发展下去？这就是我们早前我们以前学习到的，就是德国的那个这个农村竞赛的这个制度，他们大概已经办了60年。那我们想说这个制度不错哈，可以让我们的社区自己去了解我们自己社区有什么资源，我们的强项弱项在哪里，哪边需要改善。